好，各位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莫言星。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我第一只在日服要养100等的从者。哎，对，你没看错，这是兰斯洛特。那会养它也是因为之前抽到 CBA 嘛，那把数字量练起来之后，就一直想说，我的主攻手毕竟只有保一，不太保险，那还是喂个杯吧，那现在可以看到，这个也算是一个纪念影片啦，那就先看一下它的合成吧。好，那我关于 CBA 的系统的话，我记得我在上个直播吧，有稍微聊了一下啦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在那个直播里面看看。那我是莫言星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